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净土大经科注》第137面，137面倒数第三行，第五。讲述因缘第五，尊师教诲，海外传灯，化解劫难，唯独此经。前面两句跟诸位报告过了，接着呢，我们来讲讲化解劫难为什么是唯独此经。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上一次我们在一起学习大经解演义，就是为了社会动乱跟灾难频繁。那么灾难怎么起来的？什么原因起来的？佛经上讲的很多，中国儒跟道也讲的很多。对内对自己身心不健康是我们个人的灾难，老祖宗古圣先贤告诉我们，怒火伤肝，人不应当有嗔恚，不应当常常发脾气。这个常发脾气的人容易得肝病。悲伤烦恼伤肺。怨恨或者是过度的那种欢喜狂欢伤心，这心脏容易出毛病。思虑过度伤脾胃，烦恼恐怖惊吓，这伤肾。中国五常是养生之道啊！五常是仁义礼智信。你看，仁养肝呐，仁慈的人呐，没有嗔恚，养肝；义养肺。亦是循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合情合理合法，养肺；理养心，心平气和，心养脾胃，智养生，仁义礼智信这对内。那灾难在佛法里面讲，根源是
贪嗔痴慢疑，贪嗔痴慢疑的反面，实在讲，就是中国古人讲的仁义礼智信。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贪婪、对外面的感应，就是水灾啊，海水上升、海啸、江河泛滥啊，这是贪心所感的。嗔恚感的是火灾，地球上的火山爆发，地球的温度上升，跟这个都有关系。啊，愚痴所感的是风灾，啊，傲慢感的是地震，啊，傲慢是不平，怀疑所感的是地质松散，山崩地陷，啊，出现这些问题。那么贪嗔痴慢疑在内也，表现在外面，那就是造业，内里面叫迷惑，贪嗔痴慢疑是惑。啊，佛告诉我们，起惑造业，造什么业呢？杀盗淫妄，他造这个业。造业就招来果报啊，对自己身心的保持身心不健康，对外面呢，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自然灾害啊，杀不忍呐，道是不义，淫是无礼，妄是无信。饮酒过度是无知啊，啊，灾难是从这儿来的啊，了解灾难的原因啊，这都是我们老祖宗讲的，佛经上讲的，现在的科学家也说发现了意念的能量不可思议啊，意思念头啊，这是近代大概才20多年的样子新兴的科学，所以科学家称这个名词叫前卫科学啊，也就是还没成熟，开始研究，有证据，很多的证据证明人的意念啊起很大的作用，特别在医学里头啊，凡是情绪好的、意念好的，得重病的也很容易医好。啊，那个如果是意念不善的，小病会变成大病，大病就变成不治。啊，所以意念能够控制我们自己身心健康啊，发现这个我也问了这个修科学的，我看的这些报告啊，大概头一个就是德国的普朗克啊，爱因斯坦的老师啊，他一生对于物质的研究下了很大的功夫，很长的时间
啊，他常常想，物质到底是什么？啊，所以他就走向量子科学了。啊，用分析的方法，啊，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用这种方法来分析。啊，去从分子分析到原子、电子、夸克，啊，最后分析到量子，啊，叫小光子，啊，现在这些科学仪器确实也很了不起，啊，居然能发现中微子，中微子多大呢？100亿个中微子聚集在一起。是一个电子，那电子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啊，我们只晓得原子啊，有原子核，外面是电子围绕，那一个电子1/100,000,000,000叫中微子，也就是小光子啊，这它还是物质现象啊。分析到这个，看起来这个最小的这个物质现象呢，好像存在的时间很短暂啊，一出现了一刹那就没有了啊，所以从这个现象上他就下了个结论，好像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啊，物质从哪来的？是从意念发生的，意念是物质的基础，物质存在的时间非常非常短暂啊，几乎没有办法控制它啊，而是前年生后年有起来了啊，所以看到的现象，物质现象是一种相似相续的意念产生的幻想啊。我在没有看到这个报告之前，我们看到佛经，所以我常常讲相似相续相啊，我用这个电影的荧幕来做比喻啊，电视的屏幕也一样，但是电视频率比电影的荧幕要快得多了啊，很不容易体会。可是电影容易，因为电影像这种现在是数码式的啊，以前是这个幻灯片啊，这个胶卷。啊，放映机里面镜头一打开，这一张幻灯片打在荧幕上，立刻关起来再换第二张，是这种方式，1秒钟24张，1秒钟24张就把我们的眼睛欺骗了啊，以为好像是真的啊。那普朗克说这个实际上这个现象是它非常之快啊，快到什么程度他没说出来，可是佛经上弥勒菩萨说出来，弥勒菩萨说这个速度是讲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单位是百千，百千是十万，32亿乘10万，320兆的一弹指啊，这一弹指320兆。所以弥勒菩萨说这个意念呢极其微细，没有办法执着它，没法子，它太快了啊，它真有，它不是没有啊。佛的神力能在这样微小的这个意念产生的这个物质现象里头又那么短暂啊，可是嘛，它那个里头有全宇宙的信息啊，这就是经常常讲的芥子纳须弥，须弥纳芥，纳芥子啊，须弥纳芥子没问题，大报小，芥子里头纳须弥山啊，佛用这个做比喻
须弥山很大，芥菜籽很小，像芝麻粒一样的。须弥山怎么能藏进去？真藏进去，因为在这个境界里头，它没有大小，完全没有相对的，没有缘尽，就是没有空间，没有先后，也没有时间。小宇宙跟大宇宙完全一样，没有两样。所以近代科学又给我们说了一个现象，叫全息现象。宇宙是个全息的现象，非常不可思议。全息的现象是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一体。无论是大数是小，确确实实是一体，全宇宙。一粒芝麻粒的是全宇宙。一个地球也是全宇宙。一个银河系也是全宇宙。一粒微尘也是全宇宙。它没有分割的。就像全息照片一样。科学家给我们举例子，一张照片。你把它剪成两张。两张里头是完整的现象，并不是一半一半了，完整的。切成四张，每一小片也是完整的。你把它切成100张、1000张，那一点的微粒，你在显微镜查起来，它还是完整的，永远是完整的。这个现象大家都看到了。那么像这样，那么小的一个中微子里面说也是完整的宇宙。这是近代科学家发现的。这些观测的仪器越来越进步。那这个信息是很了不起。科学家给他起了个名字，以心控物。心就是意念，用我们的意念来掌控物质现象。因为物质现象它是新鲜的。这一个理论要是能成立的话，现在这些神奇的现象的时候就完全解决了。像前年山西小院40多位得癌症的这些朋友们，医院已经宣布他无法再治疗了，他们的寿命大概只有2-3个月，就告诉他们。这40多个人是信佛的，念佛的人，听到这个信息之后也不错，他们有恐惧，反正人都要死，不再想病了，也不再想治疗了，就是一心念佛，求往生净土。念了2-3个月，他身体越来越健康，再去检查没有。不是一个人的，40多个人的。所以医院医生的时候感到很奇怪，是不是诊断错误，把自己以前那个病例拿出来看，真有啊，没有错误啊。为什么好就问他，你用什么治疗，你吃了些什么药，他没有。什么药，就念阿弥陀佛。但是念头转过来了。最怕的是什么，怕的是他在念病，我这病能不能好，那就没治了。他们把这个病的这个念头的时候断掉了，把阿弥陀佛这个念头提起来了。你看，这就是一念转物，我们身体这个是物质现象。你这个癌症的时候，这是细胞的这种病毒，他念头转过来了。所以用科学家这一句话的时候就能解释。
啊，那么这是解释，这个是对我们自己个人体质上啊，我们带着这个重病呢能够化解啊，能够化解自己的艰难啊。那么我们回想江本博士做水实验，他曾经在琵琶湖做了个实验啊，这是对大自然现象的一种科学实验。琵琶湖很大，像大海一样，啊，有一个海湾，海湾这个水呀、是死水，20多年来脏乱，气味很难闻。啊，因为姜文这个实验知道谁会看会听会懂得人的意思。啊，这个他实验出来了。他找了350多个人。请了一位老和尚，他告诉我90多岁老和尚带着这批人到湖边上去祈祷。祈祷了非常简单。啊，时间是1个小时。啊，参加的这250多个人，他要求在这个1个小时当中，大家把所有的念头都放下，什么都别想啊，只想一句话，对着湖水，我爱你，湖水干净了，我爱你，就这么一句话啊，口里念，心里想，不夹杂任何一个杂念念了1个小时，到第3天效果出现了，湖水真干净了，气味没有了啊，风平浪静。他照的有照片，2张照片也得对比，祈祷之前祈祷之后的3天产生那么大的变化啊，日本的媒体都报道了。那么现在地球上这些灾难有没有办法让它不发生呢？可以啊，你要相信这个道理，做得到啊。啊，350人只是1个小时的清净心。啊，所以他说集体的念力那个力量非常非常大。啊，科学家还给我提了一个数据，我们怎样去拯救地球呢？啊，他用1/1的平方根举例子，地球的总人口啊，这是好几年以前做的报告，那个时候地球上的人口不到70万，不到70亿，啊，60多亿，啊，今年下半年，地球人口啊到70亿，啊，他来说以65亿做标准，65亿1/1的平方根，大概是8000多人，啊，世界上能够有8000多人，放下杂念，一心一意来为地球祈祷，地球上这些灾难都能化解。啊，那么现在就算是70亿吧，啊，我相信还不会超过10000人。10000人能够救70亿人，这能叫人相信吗？我相信很多人，
怀疑，我也怀疑。啊，可是我最后想到，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邪不胜正。啊，七十亿人邪，有这一万人正呢，这一万个人的正念就能够引控制七十亿人的邪念。可这一万人到哪去了啊？找不到啊！啊，让我们就想到宗教里头，宗教里头有没有真正虔诚的找到一万人呢？我相信可能。啊，但是要有人去发起，有人去把它组织起来，啊，产生这个集体的意念，不必集合在一起，啊，要同时，啊，同时来做祈祷，这个力量就很大，啊，所以我们相信，古老的预言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不发生？啊，就像这个诺斯多玛斯的预言，啊，他说1999年这个世界末日，世界有大灾难，99年跟2000年是灾难年，可是这2年呢，平安都够了。我在新加坡有一位非常虔诚天主教的信徒，啊，他说明明有灾难，为什么今年没发生？啊，他来问我，我告诉他，我说诺斯多玛斯的预言是16世纪。他是中国明朝时候人，距离我们现在600年。这个预言全世界人都知道，我们有理由相信，2009年、2000年，这世界上许许多多虔诚宗教徒都为这桩事情祈祷。我说你相不相信？他点点头。说这么多人祈祷，这种集体意识就能把这个灾难减轻或者是推迟。如果永远我们不放弃祈祷，灾难就不会发生。如果认为灾难没有了，这个预言大概不可靠，是假的。啊，我们这个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行为又起来了，那个麻烦灾难就又回来了。我说明年玛雅预言那个灾难还是99年的灾难，推迟推到这个地方了。啊，所以美国布莱登说得很好，啊，他是研究这个念力的，啊，他出了一本书叫念力的秘密，有中文翻译，啊，我看了一下，里面讲的跟大乘佛法很相应。啊，这个一念至无，就他提出来的。啊，所以他去年8月在悉尼，一些科学家在一起开会。第二天整天的时间讨论这个如何应对2012玛雅灾难的预言，他就提出来，啊，他希望全世界的居民，地球的居民应该在这个时候回头是岸，啊，弃恶扬善，改邪归正，
端正心念，这他提出这三句话啊，应对灾难。他说不但呢可以能化解灾难，而且可以把地球带上更好的走向。有道理啊，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没有两样啊。为什么那个世界那么好？没有别的，居民的心性好啊。为什么居民心性好？阿弥陀佛教的好，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这部经典就是介绍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没在哪，人永远不会生病啊，居住环境什么灾难都没有。什么原因呢？阿弥陀佛天天讲经教学，啊，那是个科学世界，科学达到登峰造极的世界。换一句话说，所谓的科学跟哲学都是自己自性里头本自具足的，不用向外求啊。啊，我们今天的科学算是不错了，用这个电视啊，一个人在摄影棚里面讲经，面对着摄影机，整个地球上都能看得到。你要问阿弥陀佛行不行啊，阿弥陀佛更灵光啊，他不要用这些机器啊。你在极乐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都看到阿弥陀佛在那里，我阿弥陀佛无量无边，每一个角落上都有，都在那里讲经教学，比我们这高明多了。我们这看平面，它立体的，它可以随便对问话的啊，我们还没它那么方便呢啊。换一句话，你到阿弥陀佛时，阿弥陀佛每一天从来不会离开你，伴随在你身边啊，这是他的分身，他的化身，无量无边啊。我们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我们跟阿弥陀佛一样，也有分身，也能化身，他都管用。南经上告诉我们啊，任何时候你想到十方世界去拜访祝福如来，那化身去了，本身没有离开阿弥陀佛，化身已经去了啊。到那边供养供佛修福，听经闻法修慧，福慧双修啊。啊，不需要交通工具啊。啊，念头一到，统统就到了。那个地方是布莱登家呢，一念空无啊，他的那些达到了100%的标准，圆满了。我们这才想啊，哎，才在试验，试验有一点点效果，所以他有信心。啊，人家做到100%的圆满，所以科学家应当到极乐世界去。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我们承认了大科学家。啊，方老师当年介绍他是大哲学家。啊，所以我们看两个世界的比较。啊，里面的道理呢没有别的，念头转过来。啊，念头转过来，我们中国老祖宗你就不能不佩服啊。老祖宗讲话不多啊。啊，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关系物论，有关系就有义务啊，德行
也讲得好简单，五常五个四，仁义礼智信啊，四维礼义廉耻四个字啊，八德孝悌忠信仁爱和平八个字啊，圆满了。四书五经十三经里面的法会善书没超过这范围啊，你再看看清朝搞得最大的这一部书啊，四库全书，你去翻翻，每一本都不超过这个范围。在佛法讲四科，四个科目啊。啊，虽然那个时候没有文字，千万年传下来不可能传错。啊，到孔子才用文字把它写下来流传给后世。真干。啊，真正产生了效果。啊，所以中国人懂得教育。啊，中国人有教学的智慧，有教学的方法，有教学的经验，有教学的成果。我们只要千万不要藐视古人，不要轻慢古人，那你错了。啊，为什么古人都是明心见性的？古人见性很容易呀。因为他们的烦恼习气少啊，贪嗔痴慢很薄啊，疑根本就没有啊。中国人自古以来啊，就是到我们懂事的时候，在抗战期间，我们没有对人怀疑的啊，我们心目当中人都是好人，从来没有怀疑哪个人是坏人，没有，没有这个概念啊，不像西方人，我们到美国。一进海关就发现了海关他们的这些人员不相信人是好人，你要拿出证明来证明你是好人啊，同学们要求我在美国去拿个绿卡，我说为什么呢？进出方便啊，去拿绿卡还要拿绿找良民证，要当地你原来原住地方的当地警察局要开证明给你，你没有犯罪行为，那要证明，这成什么话吧？这是性根要是坏了，上面全就没有了，道德仁义礼通通是建立在性德的基础上啊，性没有了全毁掉了。我们对古圣先贤没有信心，孔子来教你也教不好，释迦佛来教你也没办法，为什么？你没有根，像植物一样没根。怎么样去培植它的时候，它都不会发芽，都不会成长，这道理是一样的。啊，那我们现在问题来了，
我年轻的时候也很好学，这些学者专家有德行有学问的人都喜欢亲近。我不浪费我的时间，别人都到娱乐场所去玩去了，我不是的，我就找这些有名的教授 去拜访他们，听听他们的教诲。其中有胡秋元先生，这个对于国学根底很深，他告诉我，他说中国的危机不是别的，根本的原因是我们把民族自信心丢掉了。这话说的对呀，我们对自己失了信心啊。我们对别人东西也怀疑，对自己东西不信，这个社会怎么能不出问题？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说这个东西是高等哲学。我有一次向他老人家请教，说当年传到中国来那么多的梵文经典，为什么都没保留下来，全部失掉了，失传了。翻译完成之后应该珍藏啊，国宝啊。方老师听了我这个提问，他带着笑容告诉我，他说你不知道啊，古时候中国人跟现在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呢？古时候的中国人那个自信心呢，那不得了啊，哪像现在人。古人说这个经翻译出来了，意思一点没犯错，是释迦牟尼佛讲原来的意思，而翻的文字比梵文还要华美，换一句话说，可以用中文代替梵文，梵文不必要了。我听了吓一跳啊！老师这样说，说这种话，哪像现在中国人？信心完全没有了。老师说这个话是不是有根据，还是他自己想象到的？我就没有追问下去了，但是他说的很有道理。中国这个文字的优美，西方很难跟中国相比。尤其中国的文学，中国诗词里面的寓意非常之深妙。简简单单几个字，里头的意深广无尽。翻译出来的经典，如果契入这个境界，你会感到字字句句都是无量意。所以我们要怎样化解危机？怎样救自己？身心健康。一生生活的幸福美满，快乐人生。来把信心找回来，要相信老祖宗，要相信古圣先贤，要相信佛菩萨。印光大师讲，一分
成净的一份利益，十分成净的十分利益。啊，我用大师这个说法，我跟别人讲神修跟六祖，五祖传法为什么传个六祖不传个神修？我说神修对佛法对老师有百分恭敬，他得的是百分利益。啊，慧能大师虽然没念过书不认识字，他对于佛法对于无祖的尊敬是万分，万分诚敬，他得的是万分利益。不在乎学与不学，识字不识字，那都没关系。全在诚敬啊。神秀在六祖麾下多少年了，人聪明啊，好学 啊也算是五祖的助教啊。啊，五祖麾下的人众多，有两三千人呢。啊，神秀是助教啊。啊，但是传法他没分。沉浸从哪里来？慧能大师的成就，我们相信经上讲的，过去生中曾经与无量佛所种诸善根，啊，这一生善根成熟，自然他就那么成就啊。啊，那我们过去生中种多少善根呢？啊，我们也可以说，今天凡是接触到净宗的，啊，会念阿弥陀佛的，啊，会念了几部无量寿经的，那就像《金刚经》上所说的，绝对不是一二三四五佛所种善根。虽然不能讲无量嘛，大概也是有几千尊佛几百尊佛种善根，啊，你才有这个缘分呢，善根佛的因缘呢，绝对不是偶然。啊，人与人见一次面，一生哪怕只一次面，哎，看到你点点头，对你笑笑，过去生中的缘分。啊，有些人见了面的时候，瞪你一眼，看得很不高兴，缘分呐。那虽然一生只有这一次面，下一次不见得能见，能再见到了，都是缘分。啊，佛给我们讲四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这是四大类。啊，这个每一类里头无量无边种，那里头轻重，很复杂。啊，通通有缘呐、啊。学佛之后，把所有一切缘全把它变成法缘，这就对了。啊，不把它变成法缘，就离不开六道。啊，善缘则三善道，恶缘则三恶道。无论在哪一道碰到了，都是冤冤相报。
你说这个事情多麻烦。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缘很深啊，跟佛的缘很深，跟阿弥陀佛的缘很深，跟释迦牟尼佛的缘很深，这肯定啊，跟观世音菩萨就不必说了，缘最深的了啊。所以得诸佛为神加持，我们见到佛像，听到这个佛经，才会生欢喜心。啊，几十年慢慢的熏修，终于认识了净土，这个真的叫难行之法。啊，我要不经过二三十年熏修的时候，对净土不接受我，啊，我不回谤他，我也不赞叹他。啊，老师劝修，啊，做出样子给我看，我都麻木不仁，没有感触到。啊，到自己讲华严经，在华严过去以前啊，我讲过法华大义，楞严讲过，先后讲过七遍啊，华严八十四十讲了一半，这才发现华藏海会四十一位法身大师都跟着文殊普贤到极乐世界，向阿弥陀佛参学，我才恍然大悟。啊，而且看到了毗卢遮那跟阿弥陀佛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你说一般人想想啊，毗卢遮那的华藏海会这么多的法身菩萨，文殊普贤等于说是毗卢遮那佛的助教啊，两位大弟子把学生通通都带到极乐世界去了，在一般人想起来，毗卢遮那佛不发脾气吧？啊，我的人你怎么全带走了，成什么话了？佛毕竟就是佛，不但不发脾气，还欢喜赞叹啊，嘱咐大家好好的学，认真的学这是六合敬的圆满啊。啊，真正显示出来了古德所谓的若要佛法兴啊，唯有生赞生啊，啊，互相赞叹啊，不能嫉妒，不能障碍啊。啊，嫉妒障碍是灭佛法，不是兴佛法。啊，互相学习，互相赞叹，是信佛法啊，正法才能久住啊。啊，从这个地方让我们体会到傲慢的障碍多大。难怪孔子说
啊，《论语》上讲的，假使有个人，他的才华，啊，德行，像周公一样，啊，但是这个人有骄慢，有吝啬。夫子说，那其他不必讲了，假的不是真的。如果真的有德行，真有学问，绝对不会有傲慢，不会有吝啬。夫子这个话说的有道理，我们要常常反省，常常检点，有没有傲慢吝啬的习气啊？真正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跟三轮体空相应？啊，有没有跟大三空三昧相应？啊，所以化解劫难，唯独此经，这个经。对于这些离事讲得非常清楚，非常透彻，我们真的明白了，自然就能把一切不善的心行放下了，啊，不善心行放下，灾难就能够制止，啊，它自然会产生转变，啊，这个情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终于认识了。啊，他是不但是释迦牟尼佛，一切诸佛如来，摄经言教的总归接触。啊，像这个地球上陆地，所有的江河统统流入大海，这部经就是大海，一切诸佛所说的经最后都流到这里，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念佛的人多，真正把佛号功德能讲清楚讲明白，我没听说过。啊，而这一部经反反复复读了二十多遍，啊，讲了二十多遍，啊，包括以前讲《弥陀经》，讲这个观无量寿经，啊，讲这个普贤行愿品大师这篇通章，这都是净土经，啊，无量寿经在过去。讲过十遍，啊，《大经解演义》是第十一遍，啊，这是第十二遍，这后面两遍讲得很详细，用的时间很长，那我们就不限时间，所以这是为什么得了讲这部经，啊，我们这么多年来也是居无定所，到处流浪。啊，总是迁就别人。啊，现在有了一个住处了。啊，这住处是很难得的。香港有个老同修，啊，把他的故居赠送给我，要我在这边常住。啊，今天上午没有讲经，到律师楼办手术，手术完全办清楚了，我非常感激。啊，既然定居在此地，那我就听李老师的话，不要再跑了，住在一个地方。
啊，那么这部《无量寿经》，我就讲一部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我要做之念八个字，啊，做给大家看。啊，在这一部经上，用上十年功夫，不一样了。啊，肯定能得念佛三昧，肯定能有悟处，不敢讲大彻大悟，我常说的大悟决定可以得到。啊，后面这一条，感得精进，愿海同证。啊，人与人之过去有缘分，这一生也有感，才有因。啊，当年我看到夏老这个绘本，因为这绘本刚刚出来不久，心里就想着，啊。能不能有像祖师大德一样的人来给这个经做一部注解？也想了好多年了。啊，李老师讲经只有很简单的笔记，等于说提纲。啊，我也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把这部经做了个扩版，总得要讲几遍之后，才能够下手啊来做注解，不是容易事情。啊，没有想到，念了已经把它做好。啊，我看到一翻这个本子是集注无量的欢喜啊，令人佩服啊！啊，不是他自己注解，啊，以经注经。最早我看到是丁福宝，民国初年，丁福宝有很多经典前注。完全是用佛经来注佛经，啊，没想到看到他老人家这个注解，他引用了83种经论，这是以经注经的，啊，又引了110种古大德对无量寿经的注解。全部汇集在此地，我们看这个本子，等于说是把古往中外这些大德，包括佛经里面的这个注解的，通通都看到了，那就不必再看差别的东西了，这就够了。啊，一心一意求生净土，万缘放下。啊，每一天生活简单，能吃饱，能穿暖，有小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足了。别的什么欲望都没有了。啊，活一年。就讲一部，后两年就讲两部。啊，不讲就往生了。啊，那现在我们利用网络，
利用卫星啊，与全世界的同学们啊，如果是有志一同，我们大家在一起研究，在一起学习啊，一门深入，尝试熏修啊，除了学习经教之外，就老实念佛啊。为什么要学习经教？一根难断呐！啊，有疑它就是障碍，必须把疑根拔除。那么这次讲述，我们依夏莲公的绘本啊，我做的扩判呢，汇进去了啊，还是依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所以这个讲经因缘从137面开始啊，为什么呢？前面是扩会啊，便于同学们读诵。啊，每一天我们要读这个经，你就用这个科会这个本子，啊，这个本子在前面，啊，可以让你读经的，啊，注解在后面，啊，注解呢也把这个科汇进去了，啊，段落就更清楚，更容易明了。这个注解完全是黄念祖老居士的记注啊，那这一本这个本子就很完整了啊，无需要拿另外拿个科会来对照啊，这就方便多了。底下这两行我念一念，确认净土法门为一尘了矣，万善同归，三根普被凡圣其手，横出三界，金敦四土，极远极顿，不可思议之微妙法门也。这是集注上的话，化解当前劫难，唯有专弘此经，专念阿弥陀佛，这三句是我加上去加进去的啊，我没有加东西，大概只加了这几句啊，提醒大家啊，这是我学习修学的心得。下面呢，我们就看黄念老的解啊，夫净土法门者，乃一尘了矣。什么叫一尘啊？什么叫了矣？那么像这些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啊，有些冥想毅力比较上困难的地方，我们都查些资料把它收集出来啊，这个一尘了矣，我们采取三藏法术里面所说的啊，除法华经，一尘者佛尘也，尘即运在之意，这个字应当念去尘，念圣，但是现在念圣一般人觉得奇怪，你念错了啊，大家都念尘，你怎么念圣、啊、念尘当名词讲，念圣当动词讲啊，就是运在啊，实际上就是车啊，有大车小车，古时候的小车是羊车鹿车啊，羊拉的车一个人坐的啊，比如说小乘啊，牛车
啊，叫忠臣，大一点，最大的呢，马车。啊，我记得抗战胜利的时候，民国35年我回到南京，啊，在南京第一中学念书，上学的时候坐马车，啊，马车就像计程车一样，路上你一挥手，它就停了，上车，啊，很便宜，啊，一个马车，我们学生嘛，小朋友坐嘛，可坐14个人，啊，那很有趣味，啊，现在看不到了。所以佛用马车代表大臣，牛车代表忠臣，鹿车羊车代表小臣，啊，那都是 运输的工具，啊，一臣呢就不一样，一臣是佛臣，啊，大臣是菩萨，忠臣是圆觉，小臣是声闻阿罗汉，一臣是佛臣，一臣经，那就是成佛的经典。啊，你修依照这个经典修行的，你的一生决定成佛。这个经典叫一臣。啊，一臣经，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一切经当中，有几部是一臣经的？隋唐时候这些大德，他们承认的三部经，第一个是华严，第二个是法华，这是一乘圆教，第三个是梵网，梵网没有到中国来，梵网是一部大经，来到中国就一品菩萨戒，梵网菩萨戒品，就是一品两卷，啊，因为它太少，分量太少了，听说梵网经有60多卷，啊，没传到中国来，所以一乘经在中国就是两部，啊，那无量寿经呢，也是隋唐大德，把他们把这一部经评为是一乘当中的一乘，啊，为什么呢？华严法华最后都归于极乐，啊，华严经非常明显的，普贤菩萨48愿到归极乐，华严经最后，啊，看无善财53参，完全明白了，啊，所以当年方老师把华严介绍给我，他说华严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佛修改，这个哲修概要，概论，哲修概论，他释迦牟尼佛的智慧。我们不能不赞他，为什么呢？他有理论，有方法，后面还带表演的，做出来给你看，这个难得了。53参是做出来给你看的，啊，这个世间你看哪一种学术的，他有表演的，华严有表演。那53参就是个剧本呢，可以把它变成连续剧啊！啊，那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全部的落实，落实在生活当中。啊，就是什么是华严？没有一样不是华严，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在家出家，出家只有5个，53个善知，
五个出家，其他通在家。啊，行业里头有行善的，还有造恶的。啊，全部都是化缘的。你要真正明白了，是一切法无有一法不是佛法，杀盗淫妄全是佛法。啊，你真看清楚，真明白了，没有一法不是佛法，那个恭敬心、平等心升起来了。啊，对任何境界、环境、任何人，这个人的时候，你不会有一点点怨恨心，全是一片真诚恭敬。啊，为什么他来表法的？啊，都是教育。啊，言圣贤善的这一面是叫你好好学，言反面那一面叫你好好反省，你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所以，没有一样不是佛法，没有一个人不是恩人。你成佛，他帮助你；你那一关不通过，你就成不了佛。啊，无量寿是所有这些一尘经的归宿啊，统统归到真来啊，这还得了吗？那是一尘加上个了义啊。啊，真的不可思议。啊，那么佛当年出世，华严经是第一部宣讲的，不是在人间讲的，是在定中讲的。啊，我们看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入定，啊，入定的时间很长，大概十几二十天，啊，这是正常现象。连虚云老和尚有时候一入定半个月、一个月，啊，他出定的时候，感觉到时间很快，怎么一下就出定了？人家告诉他有半个月了、一个月了，哦，这么久了，他自己没感觉。啊，所以能够参加这个法会的都有定功啊，没有定功你进不去啊。哪些人参加呢？法身大师，我们一般人讲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不是明心见性的人你参加不了他的法会。啊，二七日中所说的，讲完这个经，大龙菩萨就把这个经呢收到龙宫里面去收藏。就奇怪呀，口说的，那怎么会说了就变成经书呢？我们这里说了，还要通过录像、录音去打字，才能变成文字。那佛不需要啊，大龙菩萨他就有这神通啊，他能把佛的语言的时候马上就变成文字，而且就成了书本，啊，收在龙宫里面，啊，藏经楼里面就放上去了。分量多大啊？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记，一四天下微尘品，没法子说啊。我们中国这个典籍书本啊，分量呢都是从字数来分，这部书多少字啊？印度不是的，印度是四句叫一首记啊，它是用这个做单位啊，句长短不拘
只要是四句就叫做一集啊，四句是一集。我们现在的华严经就是龙树菩萨传到这个世间来的啊，这个叫小本华严。他在龙宫里看到是大本，他说这个我们这个世界上人没有能力受持，分量太大了，我们先讲小的，他看中本也不行，最后看小本。小本是十万集，四十品啊，十万集还可以接受，十万集是四十万句啊，不拘长短，四十万句，这不行，是小本啊。我们先念一遍的是他得念一个月啊，现在一般念华严经的一天念八个小时，十六天念完一部啊，那我们才这一半呢。华严经传到中国来的时候是残缺不缺的本子啊，三次传来的，第一次东晋一共是36000宗，六千集啊，你看十万差很多。第二次唐朝时候传来的就80华严，45000宗啊，50000才是一半的，还差一点的。第三次是贞元年间啊，传到中国来，是最后的一品普贤菩萨行愿品，这一品完整翻译出来40卷，40华严啊，这个40华严跟前面80合起来超过一半啊，虽然不是完整的，但是华严经的大意都能看出来了啊，尤其是末后这一品是越完整，没有欠缺。现在华严原本找不到了啊，只有最完整的中文的一本啊，我们相信方老师的话啊，中国译本是绝对没有错误的，古人有这种信心啊。李老师给我说过，古时候翻经的人3国以上都是再来人，不是普通人啊。主持仪场的法身菩萨，中国人的福报啊，中国老祖宗有德行啊，感召佛菩萨再来啊，让大乘佛法在中国生根茁壮，开花结果，德的感召啊，这一点我们要清楚，我们要有信心啊。中国这个国家民族啊，只是在近代200年把老祖宗给疏忽了，会有灾难叫老祖宗惩罚，不会灭亡，老祖宗爱护儿孙，惩罚是要惩罚一下啊，不会灭亡啊，这个大灾难世界上应该有一些国家会灭亡，中国不会。积德之家嘛，必有余庆嘛啊，我们相信的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啊，相信这个近代科学家讲的啊，一念能够治物啊，只要我们念头转过来，这灾难就能化解啊。所以了义，了是圆满的意思
啊，佛说的一切经不见得圆满，那偏重某一边，只有华严是圆满的，无量寿经圆满当中的圆满，所以即圆即顿，啊，顿是顿超啊，一生成就啊，不要多接修行呐、啊。啊，了义，比如说，烦恼就是菩提，生死就是涅槃，这都叫究竟了义，不二嘛。啊，现在这个意思，科学家看出来了，叫普朗克看出来了。啊，实际上了义的道理，就是弥勒菩萨所讲的。一弹指，32亿8000年，念念成形，形皆有实，这了义啊！说尽了啊！佛所是在《了义经》所说的这些了义东西，都违背不了这个原理啊！万法皆空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都了也。啊，生死不可得，涅槃也不可得。啊，我们不起心不动念是了也，但是习气也没断。你习气都没有了，那才叫了也。啊，这个经说尽了，说透了。啊，万山同归，事出世间所有善法，归到哪里？归到自性。本经讲三个真实，真实之基就是自性，就是哲学里面所讲的本体。啊，变法界、虚空界，能生能现是自性。一切法是所生所现，能所不二，能所是一，就叫了义。啊，你还有能有所，你没有见性。啊，能所两边都放下了，也不是见性。什么叫见性？能就是所，所就是能，相就是性，性就是相，性相是一，不是二，这叫真正了义，叫究竟了义。啊，你在一切法里头，绝对不会起心动念。为什么？事实真相完全了解，起心动念就错了。啊，心迷了啊，才起心才动念，那就叫一念不觉。一念不觉就出现一个假的心，假的念头，假东西，阿赖耶，阿赖耶不是真的啊，转八识成四智，四智也不是真的。四智是对阿赖耶说是真的，阿赖耶对四智说他是妄的，真妄是一对。什么时候你知道真就是妄，妄就是真？真妄是一，不是二。
这叫真明白了。啊，你真的自在了，心里头一尘不染，啊，事事无碍呀、啊。华严经上四种无碍呀、啊，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你不通过这一关，你就达不到究竟。啊，必须到事事无碍，你才是究竟圆满，才真正是法身菩萨。啊，法身菩萨回归自性，念头都没有，还有一点点念头，那就是习气。啊，习气障碍你不能证得妙觉，就这么一个障碍，其他没障碍。啊，设法界众生有感，你去应，应以什么身得度，你可以现什么身。啊，你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这个能力是他障碍不了，就是障碍你回归自性，回归常寂光，就这么一点。那习气没有了，回归常寂光，回归常寂光才真正的大自在、大圆满。这个经帮助我们一生成就啊，这当然是机缘积分的。这还有话说吗？啊，那我们读到这部经的时候，才真正了解，它是佛法的第一经，这不是自己赞叹的，不是说修净土的人赞叹的，不是，是事实真相啊！啊，绝对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不是的啊，这事实真相啊，得认识清楚啊！啊，我们一丝毫傲慢心都没有。啊，那么由此可知，八万四千法门都是借题，都是引导你入这个法门。啊，一切经也是引导你入无量寿。啊，我确确实实是华严、法华、楞严引导我入无量寿。啊，我真相信的，没有这三部经的根底，你想想看，李老师那么样劝我，我都无法接受。啊，这才知道自己善根不行呐、啊，不如老太婆。李老师叫老太婆一下就相信了，念几念佛就往生了，我们还半信半疑。啊，这就讲善根福德因缘比不上老太婆，怎么可以看清他？啊，我们在这边讲的再好听，人家到极乐世界去，已经享受啊，阿弥陀佛，智慧福德，那就享受到了。啊，我们还在这个世间受苦。啊，所以你要真正能想到这个，体会到一点点，你那个傲慢什么习气全消掉了。啊，对于初学的人再不敢轻视。啊，乃至于对云飞软动。啊，他虽然堕落在畜生道，畜生道罪受满了，再到人间来，说不定他成佛在我前。这很有可能的。啊，不可以轻慢的，更不可以伤害。啊，万善同归。真正懂得这一句，你就晓得修善。什么叫真善？什么叫大善？什么叫究竟圆满的善？念佛就是善。求生净土这一念
善中之善，没有比这更善。劝人念佛是善，宣扬净土是善。啊，为什么万善同归？三根普被，凡圣齐收，这还得了吗？啊，三根是上中下根，啊，上上根人，像我们祖师大德当中的善导、用民、智者。上根呢？啊，下根，我们先前看到的啊，许多阿公阿婆，你问他什么叫菩提心，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念佛，只知道求生净土、亲近弥陀。欧耶大师告诉我。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通心都能成就啊！啊，凡圣齐收，啊，圣菩萨文殊普贤，啊，弥勒菩萨都求生净土，都在极乐世界。啊，凡是六道凡夫，不但天人有份，地狱恶鬼出生都有份。为什么？阿赖耶识里头都有阿弥陀佛的种子，都有极乐世界种子，只是烦恼业障太重，他不起现行，种子永远不是啊。啊，三恶道是消业障的，不是坏地方。你造作的罪业总都要消掉，哪里去消呢？三恶道消业障。你修的善，修善有福报，那这你享福啊。三善道就享福，三善道是消福报的，三恶道是消业障的。你要把它看清楚，看明白啊。通通搞清楚搞明白了怎么样呢？善恶都不造啊，善恶都不造，对不对呢？不对，做空了，那不是中道。中道怎么样？造善恶都造，都不着想，都没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菩萨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为什么菩萨造三恶，造这个贪嗔痴度众生的？那个人需要用贪度他。那怎么呢？贪到尽头，你看果报不好，哎呀，就觉悟了，回头了。啊，他就用这个方法。你贪，我比你还要贪；你成慧，我比你还要成慧。用这种方法，所以以毒攻毒，啊，叫他觉悟。叫他回头啊！菩萨有这个本事，这四摄法里叫同事啊。这最难的，我们不敢尝试四摄法，我们只用前面三个，后头一个不敢用啊。后头一个是法身菩萨用的，这是一定要知道啊。所以同事，我们只劝人跟佛菩萨同事。啊，不可以跟贪嗔痴同事。我们没有这种能力，我们跟贪嗔痴同事肯定都三途。啊，人家用贪跟贪嗔痴同事度三恶道，他有这个本事。啊，就好像游泳，游泳的高手跳到水里去救人，行啊。我们不会游泳，跳到水里去
白丁一条命啊，所以自己总要了解化身菩萨才可以啊，那些不善的恶的行为同时他可以做啊，不是化身菩萨决定不要冒险啊，净宗跟密宗都是修行进行啊，净宗就这个密宗就可以用恶的方法，他的清净性高啊，净土就不敢啊，净土要远离啊，所以净土能普度一切众生啊，密宗不行，不是密宗根性，你要去学密宗的话，这张家大师告诉我，密宗两条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上不了天堂就堕地狱，没中间，险道啊！啊，这个净土是远离和这个恶业，它是一个很平安的道路啊，那是一条很危险的道路啊，上去了好啊，上不去就堕下地狱。啊，我跟老师三年，他没传给我秘法。啊，为什么？条件不够啊！啊，真正传秘法是先法里都开悟了，才能修秘。所以到以后我才晓得，秘什么时候修啊？秘是一定要修，不修不能成佛。为什么你要参加这个考验呢？没通过这考验成就不了啊！啊，密宗最低限度是圆教初住啊才可以啊，那叫是初学啊。正式呢，正式是初地菩萨。你看看菩萨51个阶级，是心是住是行是回向，到十地才修啊。那我们对密宗赞叹佩服啊，不敢尝试啊。密宗吃肉，吃什么？真把它渡到善道，不一定是往生，他真有这个能力啊，渡他到人道来，或者渡他到天道，没有白吃他。我们行吗？你不能把他帮他到人道到善道的话，他怨恨你啊，那就结怨了，冤冤相报了啊，这个我们不做不到的啊。他那是真实的慈悲，真正的清净平等觉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就会对他非常尊敬啊，不敢尝试。那要不是老师知道，我们不晓得哦。我跟张家大师三年，张家大师重复再重复，总重复几十遍，四个字：戒律重要。因为我那个时候对，那学哲学嘛，把佛经当哲学来看待嘛，这是受方老师的影响啊，啊，所以对戒律不重视，啊，重视里面哲学这一部分，而且那个时候老师告诉我，佛教是个宗派，最高哲学在相宗跟心宗，包括禅宗。啊，而且他告诉我，心宗跟禅宗多难，那要上上根人。啊，中等根上是法相，他指我的路子是法相为师。
但这个东西好像爬楼梯一样，你上一级就提升一个层次。啊，所以我们是从学术走进门来的。啊，到以后发现，以为它跟哲学关系不大的，原来那是最高的哲学。我们没发现，啊，好像我们只看到大门，大门口。没有登堂入室，到后面才看到登堂入室，那净土宗是最后的一个密室，最深的一个层次，没发现啊。但是方老师到晚年呢，完全不一样了。晚年他入境界了，入境界他就走了，啊，79岁走的，啊，非常可惜。他还能多活10年，那对台湾的佛教会产生很大影响。横超三界，金灯四品。一切法门都是输出，这一层一层往上提升。从人道修善。积德升天，从天道的时候再修定，修四禅到色界定，修四空定，四空定到无色界定，再修第9次的定，超越六道轮回，到十法界里的声闻界，都要靠定功一层一层往上去，这叫输出啊，很费事啊，51个阶级。那净土这个法门不需要，没这么麻烦，从旁边人道就旁边就出去了。它不是输出，它横超。到哪里去？到极乐世界去了。极乐世界是什么地方呢？可以说，极乐世界都叫宝土，十宝庄严土。那凡圣同居土、方便居土也是十宝庄严土。为什么？阿弥陀佛48愿第20愿说得很清楚，凡是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菩萨是十宝图的菩萨，换一句话说，我们生到极乐世界是凡圣同居土，这是事实。十法界里面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十法界里面的佛，要是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他们生方便有余土。我们生凡圣同居土。平等的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都变成阿惟越智菩萨。换一句话说，我们在极乐世界所享受的智慧、神通、道理，跟十宝图化身菩萨是平等的。但是这个要知道，这不是我们自己修的，是佛力加持的。也就好比我们是有等级，是不一样，但是到那个地方去都是阿弥陀佛的学生，无论是小学、中学、大学，在生活一切照顾统统平等，没有差别，就沾这么大的光啊。阿弥陀佛的智慧加持给我们，让我们的智慧就跟化身菩萨没两样。
神通道理啊，我们没有它价值啊，特别价值的是凡圣同居土，因为凡圣同居完全没有啊，十报的这个方便土有啊，至少它都有九次地定的功夫啊，阿罗汉的功夫啊，啊，凡圣同居土没有啊，全仗佛力加持啊，所以这个对阿弥陀佛要特别的感恩。金灯四土，你生一土就等于生四土。他那个地方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也就是一土就是四土，四土就是一土，平等啊，没有差别。那这怎么回事情？那叫我们想到这个本子里头有释迦牟尼佛有给我们一堂课啊，讲极乐世界的历史啊，阿弥陀佛当年在因地发四十八愿，用五界的时间把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所以极乐世界是四十八愿无界修行功德之所成就，是这么来的。所以那个地方不是有人设计的，也没有人去施工建造啊，是本愿无界修行功德成就，自然成就的。我们这个世间有自然成就，你说欲界，欲界第五天化落天，第六天他化自在天，都没有设计，也没有人施工，这个施工自然成就的啊。那再看看恶道不善的啊，他造着的恶业极重的恶业也是自然成就的，地狱是自然成就的，不是人建造的啊。他跟阎罗王跟上帝没关系啊，是自己罪恶变现出来的境界，就像做梦一样啊。我们从这些地方呢，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这一桩事情呢，就肯定，就不会怀疑，我就相信了啊。因为这个事情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啊，我极乐世界它圆满了啊。那么这也就是布莱登的意念里面所说的一念控制物质现象，他做得太圆满了。我们这是刚刚发现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相信科学跟佛学将来会结合在一起啊，佛法对科学有非常大的帮助，对科学跟哲学，科学这项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到佛法全解决了啊。到时候人只要把欲望降温啊，慢慢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他就到佛境界啊。将来这个地球能不能变得像极乐世界，我相信非常有可能啊，只要地球上的人心明白了，觉悟了
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是极乐世界。境随心转了，我们要相信这句话了。啊，极远极正，不可思议的微妙法门，这一点都不假。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